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方家伟。县长徐正伟相当重视智慧科技的运用，来便利花莲乡亲的生活。22号就在鲤鱼潭的潭北游客中心，参加了鲤鱼潭智慧候车亭暨13乡镇特色地景智慧站的揭牌仪式，期盼未来花莲的交通建设能够让乡亲更有感。长辈、学生族等在地的居民和观光客搭乘公车，除了运用智慧科技增加便利之外，也能够感受到交通的新美学。县长徐正伟相当重视智慧科技的运用，便利花莲乡亲的生活。22号在建设处长邓子瑜的陪同之下，前往鲤鱼潭潭北游客中心参加鲤鱼潭智慧候车亭及13乡镇市特色景智慧站牌揭牌仪式，希望未来花莲的交通建设能够让花莲乡亲更有感。长辈、学生族群等居民以及观光客搭乘公车，除了运用智慧科技增加便利性，也能够感受到交通的新美学。现在徐州特别感谢纵管处以及县府通力合作，规划路线，共同提升花莲的公共运输。他表示，未来智慧站牌将会结合公车等候时间预告，花莲未来大型活动以及这里宣导人文景观特色，增加便利性以及可亲性。往后希望智慧站牌能够让更多人认识花莲，启动科技生活，打造智慧城市以及国际接轨。对于智慧交通公车运输工具，对于长者来说，便利性、可亲性还有预见性是很重要的。好，所以我们在智慧站牌上有做到时间的这个预告的部分，以及这个整个在无论是路线还有我们的票价都有在我们智慧站牌上面。那另外也有结合整个花莲县未来要办的大型的活动，或者是很多的政令宣导的部分，也会结合在我们智慧站牌里面。除了便利友善我们的乡亲以外，更加让我们来到花莲的游客旅人能够这个跟花莲，而且能更了解花莲此时此刻正在发生什么好事。我们愿意跟大家分享，也希望大家来共同参与。所以在这里真为感谢我们所有的协助，以及所有大家一起努力将这未来的这个400座的智慧站牌把它做好。鲤鱼潭的5座候车亭，除了公车资讯提供以及5个同系列的设计与会，将花莲著名的浮鸟猫头鹰、丰富的原住民文化、幸福红面鸭、甜美大西瓜以及鲤鱼潭的鲤鱼意象带到候车亭之内。友善候车亭不只是遮风避雨，掌握公车的动态，还能够兼具花莲在地美学。而13乡镇智慧站牌的座落覆盖与全县北中南区，包括花莲市新仁乡、吉安乡、寿丰乡、凤林镇、光复乡、瑞穗乡、丰滨乡、玉里镇、富里乡、秀林乡、万隆乡、卓溪乡等等。智慧站牌采用剪辑设计，一层层像万花筒般呈现一乡镇一地景的各个特色。随着智慧站牌的特色地景追寻，就能够让民众深深认识花莲这块迷人的秀丽之地。而前来揭牌仪式的贵宾有花莲县议员张怀文、徐学义、蔡宜静、杨华美，交通部观光局纵管处处长郭振林，吉安乡长游淑珍，寿丰乡长刘耀宗，瑞穗乡长陈进光，花莲监理站站长林富英等，接同来共襄盛举。记者九一采访报道。